相比 iPhone 在最新的 iOS 4里面才有的文件夹功能，而安卓系统早就拥有了这一文件夹处理功能。我们可以方便的、快速的把想要的程序管理放入文件夹中。关于更多魅族 M9 细节上的一些评测，请大家。